那我也回家了。哎，那就不谈生意了，谈感情总可以吧？赌山，你倒是帮我看看呀！哎呀，不让你看，你们俩帮我看看。你这个画的是酒瓶吗？人家那叫抽象，叫艺术，懂不懂啊你？哼，抽象。杜山，还是你看吧。哦，你还是拿给郭艾伦看看比较好。嗯，就是，他现在不是还在公司呢吗？现在有点太晚了吧，而且他一直都工作呢。人家不晚，不是正好吗？他工作到这么晚，一定还没有吃饭。你正好给他带饭去啊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夜宵。嗯，给废寝忘食的他送去最温暖的晚餐。我都说了，我们只是工作关系。哦，好啦，还有朋友关系。对嘛，一切尽在美食里。拿着。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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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味道浓郁厚重，单宁丰富，这款酒就像是瑞士钟表，精致华贵，经久不衰。你每次都是这样推销这款酒的吗？远远不止这些。这款酒的确是款好酒，能在市场上卖到一个这样的价钱，不足为奇。味道比价格更重要。当然了。你既然这么喜欢这款酒，你就应该立刻购买试香。红莲，你为什么要去做这种酒？你以前不是最不喜欢做这种事情吗？我是不喜欢这些。但我只有这样，我才有底气坐在这儿跟你谈生意。我只有这样，我才有底气去追求我想拥有的东西。你以前可不会这么想的。以前是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是啊，你变了，你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。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坐在这儿聊这些事情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拳击馆再 PK 一次。你还不知道吧，我刚刚去那儿了，马上就要被拆了。知道一心在哪儿吗？你不是已经离开他了吗？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。我只是出去了一会儿。你管这叫出去了一会儿？我出去全部都是为了给一心想要的一切。你觉得他会一直等着你吗？他会的。对不起，我这儿没有他的消息。找个机会，我们真的应该去拳馆再 PK 一次。那你等着输吧。设计，来，快吃吧。等你心情好点了，我再给你看我的设计。我有心情不好吗？你眉头一直皱着呢。
是吗？怎么了？客户不高兴了？没出什么事儿。那你就把不开心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吧。你越想着他，你就越绝望。哎，这酒还不错，这酒以前没见过。这个是客户拿过来的。嗯，哎，我还是给你看看我的设计吧。你看，我设计了两个。我自己都难以抉择呢。刚才给杜山、蛋壳、那天也看了，他们也不知道，不过他们也不专业啊，所以我就过来问问你，你对你们杂志比较了解吗？我看看。这个前卫一点，这个一心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这期封面有别的安排了，可能用不上你的设计了，我们从下期开始好吗？没关系啊，反正等你们这期杂志出了以后，我要仔细的研读一下，然后了解你们的风格，以后肯定会设计出更好的。那这个我能拷贝一份吗？好啊。那我们吃东西。快吃吧。洗衣液，牙膏，还是牙膏，您要的都在这里了，老板。哎呦，萱萱，你把咱们石总照顾得可真周到啊！我都在这儿干了一年的保姆了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今天。我说 ，today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有别的工作要干了。又调戏我，淘气！说吧，是去你家掏马桶呢，还是洗衣做饭呢？明天，公司要见个非常重要的客户，我需要你准备一份最新的公司简介，明天给客户演示，一定要显示出咱们公司的实力哦。这是客户的资料。明天？你可不可以 another day 呢？整整一天时间还不够吧？石总，我可以搞定。你看，你不看，有人干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你能不能每次都给我一个靠谱的工作呢，亲？哎呀，你这么聪明是吧？当然要给你增加一点挑战难度了。怎么样，能干吗？还是继续回去当保姆？行了，自信一点吧。自信的女孩才最有魅力。这样，你的白马王子才能看得上你。干就干，谁怕谁呀？大家好，现在由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SGW 电子科技产品公司的简介。那么。我们的公司呢，成立于1988年，但是呢，在江岸建公司是2002年，第一次在大陆这边，然后成立这么一个电子产品公司。那个接下来，请随我看一下那个我们公司业绩的 PPT 吧，这些年的业绩状况都在上面。我那个，对不起，不是。是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轩轩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对不起。其实我也没那么矮了。发生的那种事儿一样的八卦，但那些都是间接的信息，真假难辨，不能说明任何问题。大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 SGW 公司的话，还不如听我的当面演讲。我下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来到 SGW 公司以后的亲身经历，也是最真实最客观的感受。你们想要了解公司，那不如从员工身上开始吧。虽然我来到公司不久的时间，但是这个团队让我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新鲜的血液，还有不断的创新。我想对于一个开拓电子产品的公司，新鲜还有朝气蓬勃是最不可缺少的，所以我爱他，我爱这个公司。形象不能留，啥形象？那叫亲民。好了，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矮了，对吧？那个，要不然我过几天给你整几双悍马宝靴。行，好，黑色、白色、棕色各一双，明天送到我的办公桌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啊，客户看你的眼神应该都不一样了。恭喜你，你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出来一种成熟的魅力。加油吧，郭艾伦会喜欢上你。郭总，这是咱们这期杂志的封面小样，你看一下。
同时寄给我们四个，难道有人组派了吗？哇，这还不是一般的派，朱丹科。陈艺兴、乔小轩，这酒还不错啊。这酒以前没见过。我见过这个标志，在郭艾伦那儿。他这是要跟你告白了。这么隆重？哎呦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郭艾伦告诉我，这是一个国外的酒庄，是他们公司的客户，估计这次是他们公司组织的活动，叫咱们白吃白喝去。哎呀，那些都是障眼法，他的目的呢，一定是在你最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你一个 surprise。 哎，你现在这么一说已经没有惊喜了。一心，知道我刚才的话没说，不过真的很有 surprise 哟。我们真的只是朋友，而且我相信他也不是那样的人。当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的时候，他什么事儿都会做的。哦，我还得上班呢，那个我先走了啊。不是，那个，一心，恭喜你。杜山，你看。在这么美好的时刻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开瓶香槟庆祝庆祝啊？现在才上午十点内，蛋壳，人家开心嘛。不行，你不能每天都从早上喝到晚上吧？今天不给开 ，sorry。锁了，看来早有准备啊。哎，酒窖好像锁住了呀。哦，你有钥匙吧？然后去检查一下。我刚才已经检查过了，是我锁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酒窖最近少了很多酒。是吗？怎么有这种事儿啊？也不知道那个人在郁闷什么。他每天去酒窖拿两三瓶酒，而且全都喝光。可能是他心情不好吧，你总得体谅一下人家嘛，借酒消愁嘛。那他心情能好点了吗？还没。他已经喝掉了我这么多酒，我是关心他，但是他也不能再这么喝了吧。哎，你说，他就不能干点别的什么事儿吗？他毕业那天，他爸死了，留下一家公司给他，可是不到半年，公司没了，财产也没了。他干成了什么？他干成过很多事儿。是吗？嗯。说说呗。他成功的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。没错。就在同时，那些混蛋稀释了他的股份。可这也算成功吗？他终于把弟弟送出国了。那是一心办的，能不能举出一个肯定他的事儿？肯定。她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孩子，而且刚刚不久，她的名字被载入了史册。这么历史性的时刻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在砸鼹鼠机的游戏里，他创造了单机世界最高分，世界第一。第一，很厉害吧？不厉害。很厉害啊。那就厉害吧。
别轻易否定自己，你什么都可以做到。其实你什么事儿都能干。你要不信的话，我们先从修剪葡萄开始。真的？那你得教我啊。没问题。不过呢，你得先把这身衣服给换了。但是只要你愿意，我甚至都可以教你成为酒庄的酿酒师。喂，喂，艾伦，那个请柬是你寄给我们的吗？什么请柬啊？就是印着大海之心的那个请柬啊。你也收到了？我们都收到了。哎，这是什么活动啊？搞得这么郑重其事的。哦，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发布会。那你会去吗？我明天可能要去看音乐会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啊，我本来还说带杜山他们一起去看看呢。杜山也想给酒庄带来品牌，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多认识点人。哦，吴总，您父亲让我跟您确认明天大海之星的出席时间。艾伦，你还是会去的，对吗？啊，我明天不去大海之星。哎，不行啊，郭总，您父亲叮嘱过了，您一定要去的。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说好吗？喂，一心。艾伦，那你先忙吧，我明天不去了，拜拜。那你们去好好玩啊。嗯，我们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请问你是陈小姐吗？您是？我是专门来接你的，我们的宴会马上就要开始。晚上好，各位女士先生，今天的这个难度将带领我们领略一段明星爱情故事，揭开一个现在我们隆重有请倾听故事的讲述者，也是倾听故事的主人公，一位天赋异禀的青年才俊，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品酒师，一位中国最具偶像气质的红酒界新星。女士们先生们，让我们隆重有请蓝度酒庄亚太地区代言人黄烈先生。废话不多说了，我今天来到这儿是来卖酒。我今天也不会讲它有多好喝，也不会去分析它的味道，我是来讲故事。一段孕育在这瓶酒里的故事，也是我自己和我深爱的女人的故事。我知道我故事里面的女主角今天也来到了现场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已经回来了，我一直爱着你，我再也不会离开。
在这之前，我一文不名，我也不会穿这样的衣服，我更不会登上这样的舞台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很幸福，因为我可以和他在一起。我到现在还依然记得我跟他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。我们曾经在露天花园里过夜，曾经在一个自行车上看日落，曾经在我们的租屋里一起刷油漆，一起贴墙纸。曾经在他的无名指上带着我送给他的纸戒指，曾经为了一日三餐发愁，曾经痛苦绝望了也无助。可是无论怎样，他总是会跟我说一句话，他无比的幸福。爸，怎么了？咱们杂志马上要登那广告，就是他说这故事啊。对，倒是挺感人的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我相信今天在场的各位，应该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。我想知道，你们当中会有多少人为了今天成功的人生背叛过自己的爱情？我就是其中一个，是我离开了他。而在我们分别之前，我们将一瓶酒沉入了海底，我们相互约定，非找到我，否则这辈子我们再也不见。可是我想你们都知道，在海里面找一瓶酒，无异于刻舟求剑。我沉迷过，可是今天我回来了，因为我终于找到了这瓶酒。这次带来中国的蓝度，每一箱酒都来自大西洋的海底，而大海是孕育它成熟的酒窖。记忆赋予了它爱情，一心，一心，一心，我知道你怪我，你不想见我，一心。什么？我们都是沉在海里的，根本就不是那名酒。
小姐，那边的活动结束了吗？一心没在这边，我们走吧。快点，快走吧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不好，跟见了鬼似的。是吗？也许就见鬼了吧。我们走吧。为了蓝度的上市，怎么了，潘老师？我跟一心沉入大海的酒，可不是什么蓝度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和他的这段故事，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张扬？有什么不好吗？现在的你已经站在了舞台的正中心，你必须去慢慢的适应的。那是我们自己的回忆，只属于我和他。在我没有当众说出来之前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，而我现在拿他进行炒作，是不是有点过分？你认为自己错了是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来一下，黄磊。看看这座城市，很快你的形象将会出现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甚至是大街小巷。而蓝度也会因为你风靡一时，你很快就能获得到成功，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。成功有错吗？你没有错，你做的任何东西都是对的，你必须这么想。现在除了你自己，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你。之前让你在感情上所受到的痛苦、绝望的那些事儿，其实并不复杂。这是你应该得的。记住，凡是成功，都会有回报。欢迎回来。今天的活动办得还不错嘛。你那天晚上很漂亮。谢谢。刚才在走廊里的是你吧？走廊？什么走廊？那也许是我看错了吧。你很希望见到我，对吗？那你呢？你为什么在这里等我呢？我在这里等你，只想问你两个问题。
请问吧，朱丹科同学。我想知道，在红酒界拿别人的隐私炒作酒的事，是不是不算瞎做？你是这么看黄恋的？黄恋，我想他没有这种商业头脑吧？这一切都是您做的吧？一切都是您潘老师的主意。那好，我来回答你的问题：拿别人的隐私来卖钱，这当然很不好，因为这会让别人受到伤害。但是今天的黄恋，他讲的故事不是隐私，只是故事而已。在场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所有的人把他们两个人奉为了最纯洁爱情的标志。况且，他也没有把那瓶酒拿出来说事儿。那瓶酒依然是他们俩爱情之间最好的纪念。我们在经济上得到了一些收益而已，在商业上这叫双赢，在生活中这叫皆大欢喜。那请问你怎么不知道在这件事里面会有人伤心？我不知道，我知道的是他们俩的爱情已经结束了，不是吗？拿出来说说，怎么了？您真是一个冷酷的人，你总是能看到别人的痛苦，让自己快乐。也许以后我会推出一瓶纪念你和我的红酒。什么呢，潘老师？你我之间有过什么吗？可我记得，一年前，咱们有个约定，你考虑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，你欠我个答复。你要答复，我现在告诉你。滚。当初是他主动离开一心的，他现在又突然冒出来，还去伤害他。我看他就是巴不得见别人幸福。一心呢？葡萄藤那边散步呢。他说他想自己散散心，反正就是不让我们陪。郭艾伦，你应该去陪他。一心可能不愿意见我。为什么？我其实早就知道黄恋回来了，但是我没有告诉他，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。我像个傻瓜一样，根本不知道那款酒背后有这么一个故事。我的公司甚至跟蓝度酒庄还有商业上的合作。昨天回来的路上，一心一句话都没和我说。这一切都是由我引起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。顾艾伦，在这个时候你更应该去陪他。